我要他爸妈手把他在哪里呀？我只能细劲娜啦，我叫阿南，大家都叫我南哥。不是我不想帮他，是他们公司真是boring到，唉，我还是不要喜欢打架。尤其是在赢的那一刻啊，大家为我欢呼，哇，爽啊！但是我老豆就是不喜欢打架，他只希望我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 这样对来，你可以夸姐。整身打扮都是上紧身呗，钱买卡，工作也不错，整天无所事事。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办？哎，这个西吉娜，外面多好，你赶紧给他去做兵。这里 store 了，怎么？OK。 哎，那全秘密件啊！全秘密件，我快起来！这小秘密件啊！快！你们生气没？我不会签的。我在这里签。我不会签。不签？不！快跑嘞！救命啊！快跑啊！快跑了！救命啊！喂，这么冷，哎，走，跟踪。 我叫路，莫去飙人，是不是开去飙人？你只是搞小怕咯。无啦，看他走啊。路不来接吧？你们受伤啊？没有啦。啊，原来现在是假扮不顺从的啦，路这么敢小怕。我老诶，steady啊，他讲你接搞走啊，接人七十内人，真厉害哦。 这样我知道是很强，但是这样很危险哎。我老哎，他打我阿爸，这样也可以。是啦，话是这样讲啊。哎，但是你真的要去找钱赛哦，你干嘛不要去找一份工，就不要让你爸担心你啊。对咯，因为老皮脾气方火哦，就那边手安尼有力。 那要啊呢，那厉害，去加人啊，老师，没有这样容易，我的 high school 文凭都没有啊，教谁？你不是有跆拳道黑带的 certificate？是啊，黑带又怎样？喂，把他出没一下，你去搞掉咩？是这个人。 没事，昨天小的得罪你了，你没受伤吧？不是，过了就算了，别瞎搞。吼吼，没事，不过你今天知道我找你的目的吧？你怕了够怕？为什么你不要给他打？今天如果你把这份合约签了，我会另外给你一笔钱。 北荡北荡，我不想他像我以前一样，打死过人，搞到他妈都离开我，我不能他像我这样。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跟他都不一样。今天一句话，你要签还是不签？要不，你再给我两天时间考虑考虑，我还有事情做。
你帮我再拿枪啊！老邓，今天一定要把这合约签了，把它抓起来。做什么？救命！到底要不要签啊？我真的不要他打，我死都不要他打！你想打？是不是很痛？叫你签了就没事了。
妈，站住！各位，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来，可以回去啊。